要孩子第六点啊，今天我媳妇想吃点香香大虾，我就不吃了，我就喝点我媳妇给我整的汤得了。这汤你用啥炖的媳妇？这么好喝？这是用的十种药材。好好好喝啊。真好喝。就我妈给你拿的小母鸡熬的汤，还有十种药材，这么多呢？高端的食材呀。嗯，高端的食材往往烹饪都非常的简单。别辜负了一番心意啊！放心，我肯定不能，我肯定会努力，我会加油的，媳妇。我会争取早日让你怀孕，怎么样？嗯，腌了一宿的虾，老好吃了。我尝尝啊。嗯，我尝尝。你喝汤就行了，好好喝你汤。烫嘴啊？当然了，有点热，有点热。你鼻尖怎么红了呢？上火，跟我俩上火啊？嗯，我还跟你俩上火呢。天天都得用汤了，我能不上火吗？嗯，这虾看着好有食欲啊。你不爱吃。知道吧，这也不这也这玩意儿也不适合你。我觉得你能会，你会吸吗？你给我吸一个。你吸的不好看，没有我吸的好。